大家好，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宠，公司每一次出新口味的产品，我都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专件的主要成分是大豆跟吉林人参。专件是我平常都会必须要使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可以帮我预防骨质疏松。骨质疏松其实除了我们玻璃娃娃之外，50岁以上的人士都会可能面临这个问题，因为可能日常生活就是没有保养到，没有滋养到我们的骨头，我们的头就可能会缺乏营养，就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。好，新口味 Hello， 很想要马上品尝了以后再跟大家说这个新口味是怎么样的口感。 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我的平常日常的代餐营养早餐。我在还没有加其他的之前，我先纯纯的品尝这个味道。好，我现在要品尝，加点水。我现在单纯的先品尝这个味道，如果我加了其他的我就吃不到很特别的味道，很香。好，我都是半包，因为一包的话这么大包的分量我会很饱，太撑了。半包，好，折半倒进去，半包，先品尝。我能够一个人来台湾生活，最主要就是不能让自己有骨折的机会，因为如果骨折，一旦骨折，我不但自己没办法照顾自己，我也没办法照顾我老公。对，骨质疏松这个问题是我很注重的。那我们玻璃娃娃骨头也是脆脆的。好，好香啊！可能大家没有吃过它原味，原味它是一个比较有吉林人参的味道，比较重的，就是你好像喝人参粉的那种感觉，它的吉林人参的味道很重，也许有的人会不喜欢，但是其实我很喜欢。这个新口味它是香烤坚果，所以你闻下去它是有淡淡的坚果味道，它就是把那个吉林人参的那个味道压下来了。如果你问我，我会还是比较喜欢原味，因为我喜欢很重的人参粉的味道。这是原味，原味其实我也是有订购一盒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上一盒已经剩下一两包快吃完了，所以我要在吃完之前要下单啊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原味跟一个新口味。它现在是因为有做九折，所以买两盒九折，可以混的买，还可以同一个口味买两盒，就是香烤坚果，你也可以两盒，都是有九折的。我是买混的，因为我还是喜欢这个口味。虽然我买的时候，我下单的时候没有品尝过新口味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好像很喜欢这个。我就想，如果我真的有喜欢新口味，我可以再下单啊，因为有九折嘛。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咯，有优惠的时候就要赶快下单。好，我现在要开始要混其他的产品一起吃了。哎，大家都如果有看上一段分享，就是说我都会半包，然后混在一起，然后晚上再来一个半包，又吃一次。因为我少量多餐，我如果睡之前不把肚子填饱，我半夜会肚子饿，所以我要睡之前我再喝一杯，我就很满足了，我就可以睡得甜甜的，半夜不会挨饿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开始认真的吃我的全身调理，继续全身调理咯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改天再分享健康的生活态度。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一样想要预防骨质疏松的话，想要品尝我们的产品，可以跟我联系，我可以帮你下单，或者我给你链接，你也可以自己下单哦。现在是网购时代哦。还有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营养免疫学或者健康的资讯，可以跟我联系，非常的乐意跟你分享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，拜拜。